早安。大家我爱你不？哎呦，没灯了。灯给我。晚安，各位。今天是悠闲直播台，欢迎来到一家的悠闲直播台。谢谢勇哥的老虎，谢谢。晚上好，大家。乌咪在那里。乌咪，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理人的意思。好，大家好可爱，谢谢。露咪，耶！快点，露咪这里啦！哎，露咪这里，这里，快点，快点，这里。哎呦，没灯了，快点！等一下，灯还是很重要的。手超多的，不吃，可恶。走嘛，哼，吃完东西就走嘛，可恶，手全部都是猫咪的味道，被背叛，很好嘛，乌咪，吃完东西就走啊，
谢谢夜雨超爽的枫叶。对，红米刚才在吃晚餐。手头的猫毛，你也想吃猫米吗？哎，我之前好像吃的那这一包，哎，这一包吧，这一包是柴鱼的味道。之前我吃过一口，跟妈妈吃了一口，是柴鱼味，没有不难吃哎，就是柴鱼的味道，就是柴鱼的味道，没有特别难吃，很香。我爱吃呢，乌米。没关系啦，他就这样。乌米宝宝，有，好难过，好难过。勇可可以去买啊，不贵不贵吧，应该不贵吧。家树早安。塔瓦哥早安，对，是被挣脱，啊，早安。喜欢彩雨，去，请去买，请去买。想吃吗？这是什么奇怪的发言？想吃吗？没人喂，自己喂自己啊，可以，可以。我们来生。很热，大家不觉得很热吗？很热要干嘛？很热就是要拿扇子扇风。哎，我这个都还没有打开，我把它打开来扇风。叶飞起来，对，我的个人扇在那个在台北。这样 build flower 扇。买一下，这很漂亮，还是很热。有啊，有比昨天凉一点。嘉义好像是全台第二热的，好像是啊。对不起，北极熊，对不起，罪恶感。而且现在才五月，才五月就要开始对不起北极熊了。台北蛮凉的，可恶，可恶。今天要跟大家讲上次大家知道我上次提就是准时关播在干嘛。我刚刚准时关播之后跟我姐，因为我之前就跟我姐约好，就说要去吃那个布朗尼冰淇淋，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就真的只有那个时候有时间，所以只好就是赶快准时结束直播，就吃了布朗尼冰，虽然有点晚，吃了布朗尼冰旋风嘞，好好吃，好好吃哦，各位，虽然有点贵，好好吃哦，各位，冰旋风喜欢，喜欢吃冰，天，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那时候我已经。在家里啦，发文的时候，他说谢谢哦，谢谢哦，谢谢，真是谢喽，真是谢喽。我要跟大家讲上次因为准时关播没有讲到的逃跑屋小故事。哎，偷牛奶，我刚刚喝葡萄树葡萄汁，超好喝。乌米走了。他们，我觉得我们也好久没吃了，就是这次为了庆祝姐姐的生日，我们为了庆祝姐姐生日去那个淘宝。大家知道？好，大家不知道，反正我是一个对服务生也不是很重视，就是我会很特别去注意服务生的人。我是一个怪人。十年好久哦，不是葡萄汁，是素葡萄汁。
树葡萄汁超饱和，大家可以自己榨。但是它榨成汁超爆好喝，它榨成汁就没有口感的问题，它榨成汁真的超级爆好喝，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树葡萄汁，自己榨的，妈妈榨的，妈妈榨的。然后就是呢，我是一个对服务生很重，就是服务生跟我讲什么我都会很开心的人，怪人。就是服务生跟我说用餐愉快，那我就说谢谢，我反应超浮夸，对自己榨，妈妈牌，妈妈牌素葡萄汁，因为我们家素葡萄有够多，一整箱。就是服务生就是在香条房屋，他我说祝你用餐愉快，我说好谢谢，我很愉快，谢谢，谢谢。他们就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然后谢谢，超像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大妈，谢谢。哎呦天哪，我灯，哎呦呀，不愉快的话，他们马上准备一堆食物。来跟你道歉，一堆礼物。在干嘛？我在直播，对。谢谢，这样子。然后我会特别去看那个叫什么服务生，我会特别去看他的名牌，就是哦，我会看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再看那边讨论，就是一个怪人。而且只要他跟我说谢谢老师的吃这个，只要他跟我说用餐愉快，我就会超级开心，就天哪，我听到这句话就很愉快。我会私底下叫名字，私底下叫。而且大家知道淘房屋他就是你同一桌他的服务生不会是同一个，就是他有可能会有大概两到三个吧，两到三个不同的服务生会轮流帮你服务，没有啦，很送餐的啊，点餐的啊，不同。那是可能点餐的是主管级的，对啊，所以不同啊，就是有不同的人。用餐愉快，我真的听到用餐愉快就好了，就很愉快。送餐的应该是同一个，送餐的同一个，我就会很愉快。对啊，点餐的时候都不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来。然后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女生，她有染头发，然后我想称赞她，我想称大家叫夸夸群，我们就是要夸夸群，就夸奖别人，我的家庭夸夸群，夸夸群。然后反正我就很想看，说你的头发很好看，然后她要走的时候就说你的头发很好看，然后她没听到，没关系，她就这样走了。他错过了对他的夸奖，我很难过，我很失望。没有，是握手会第一句话名就是 Hello 一家，大家知道吗？ Hello 一家，我很重视 Hello 一家，大家以后传讯息给我 Hello 一家，快点跟我打招呼 Hello 一家。你也需要看老师，你后面那个表情符号很可爱，就真的很可爱耶。Hello 一家，不是 Hello 一家，可以哦，可以哦。Hello 一家，大家以后第一句话 Hello 一家 ，Hello 这样子，就这样，然后提高分贝啊，不是分贝啊 ，Hello， 你要不要夸夸我？就凭那后面那个表情符号就不要了，哈。
哈哈哈喽哈哈喽哈喽，大家老沙的 love。 然后呢有一个，因为我们这是庆生，我要开始讲我们的那个很好笑的故事哦。反正就是有一个男服务生，他姓刘，我们都叫他刘大哥。刘大哥，我们这里就叫他刘大哥，我也忘记他的全名叫什么，反正他是刘大哥。刘大哥的部分，哈喽一家，刘大哥。然后呢，刘大哥他就会一直跟我说用餐愉快。刘大哥会一直跟我说用餐愉快。你调一下。用餐愉快，刘大哥。没有常常去吃哎、欸，大概两三年的感觉，两三年。谢谢花园的早安抱抱。怎么会说啊？就看我不是说我会看人家名牌，你们都没有听我讲话，我就跟你们说我会去看人家名牌哦。所以我就看到他姓刘嘛，我就看到他姓刘嘛。所以我就在他刘大，没有，我没有叫他，我是私底下称他为刘大哥。他说没有，然后刘大哥就会一直跟我说用餐愉快。他没有那么激昂，他就是很客套啦，客套啦，这个世界都是那么的客套，客套的世界。就是用餐愉快哦，然后就说谢谢，他本人不知道，谢谢。然后我说天哪，我们刚才被刘大哥说用餐愉快，好开心哦，这样子。然后反正因为是庆生，我们是庆生，他知道。但是我们是到最后全部用餐完之后，我们就跟那个刘大哥，我们就跟那个刘大哥说，哎，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有人生日，可以帮我们庆生吗？然后说，哦，好啊，要唱生日歌吗？嗯，然后没有，我姐其实没有，应该他们应该没有很想唱生日歌，然后我就说要，我想唱。我就想让我姐尴尬，大家知道被唱生日歌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就想让我姐尴尬，尴尬一辈子。大家有讲的话有蛋糕，现在以后后来讲的是有蛋糕。晚上好 Kinoko， 我就是想让我姐尴尬，所以就她也说要唱生日歌吗？要要要、啊、好，要拍照好，要要吃蛋糕吗？要要，一直帮安娜姐唱生日快乐，大家不也被唱生日快乐歌是一件史上爆尴尬的事情吗？对，就是想让大家尴尬，大家尬起来好吗？然后结果后来就他就拿了一台数位相机嘛，跟你拿蛋糕来，然后就说谢谢，然后奶奶数位相机来，然后我就跟那个刘大哥说，我就说哦，他来之前我就现在就开始在那边讲说，哎，我们要不要叫刘大哥跟我们一起拍照？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说哎，我们要不要叫刘大哥跟我们一起拍照？就想说这样子感觉多一点人庆祝的感觉，对不对？多了一个人差很多，哎，多了一个人差很多。就是有陌生人帮你庆祝生日，就哦好开心哦的那种感觉。什么哪种人？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一起拍照？大家知道陶唐不是会就是帮你拍照，然后留纪念，然后他后来会洗出来，然后送把那张照片送给你之类的。什么调不是调戏刘大哥好吗？然后反正我们这边讨论说，要不要叫刘大哥跟我们一起拍照，就是跟我们一起庆生之类的。然后说我们有没有讨论方法？然后就叫刘大哥自拍啦，就是刘大哥头最大这样，然后后面躲在后面，没有，一切我们想象的太美好，我们对刘大哥的想象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跟刘大哥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想说要热闹一点，我们
想要热闹一点，然后想说要多一点人庆祝这样子，那想说要不要，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拍照？然后他说哦，可是这样子谁要帮我们拍？对对啊，我觉得我感受到他尴尬 ，OK，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感受到他的尴尬了。他说哦，这样子谁要帮我们拍啊？对啊，当然没关系啊，不用了，我帮你拍就好。他妹的被发好人卡了，我对刘大哥很失望，失望透顶，失望，太失望了，我在吵架，一起拍吧，失望。燕轩晚安。没有，我们这次没有带帽子，我们就吃个蛋糕，然后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样子。但是我很失望，我那天下午很难过，我应该要去看那个他们舞经理说，不好意思，我很难过，我用餐没有到很愉快，少了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庆生，很好笑哎、欸。没有，一点也不好笑。反正我姐那时候就是跟我说好好笑，然后我说不好笑，很难过，多帅没有帅，就是普通的服务生，普通男服务生。现在志伟的蓝色应援棒，普通男服务生，就是大家想象的服务生的那个长相，大家想象陶板屋的服务生长相，就是对，就是长那样。一定要是刘大哥，就因为刘大哥一直跟我说用餐愉快，所以我原本以为我会结束这个完美又愉快的一天，结果没有。刘大哥，然后刘大哥被扣薪水之后，然后他们会说：“哎、欸，你怎么被扣薪水？”因为我没有跟客人一起拍照，哈，哈，因为我没有跟客人一起拍照，哈，这是我奇怪的理由。谢谢战轩的医用口罩。你知道我没有，我后来就这样了好吗？我又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哦，好吧，那没有关系。我没有为难人家好吗？没有机会讲这句话。对，我没有机会，他就走了。我也没有机会反驳他，我也没有机会挽留他，他就走了。对，他就走了，没有关系。That's okay.拉吃 OK， 刘大哥有，刘大哥应该很多吧？刘大哥，而且他年纪应该很，他感觉就是那种年轻打工仔，对吧？大概二十几岁的年轻打工仔，学生打工仔，大学生打工仔，会不会嘉义大学打工仔？不要一直给人家挖明细出来。刘大哥追着我，哼，还不拍照啊，刘大哥！刘大哥不一起拍照吗？我很难过哦，刘大哥。他完全漠视追，就漠视他。对啊，他感觉你在做什么，然后就他完全，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点，他一定不知道我在到底在干嘛，他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小问题。调戏什么调戏年轻小伙子？没有好吗？二十几岁没有啊，就大家不会都叫大哥吗？女生叫刘大姐这样子，还要叫老哎、欸。刘大哥，正常的一家什么意思？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一家？什么是正常的一家？一家大姐，王大姐，我是王大姐，大家可以叫王大姐。小姐姐，一家王小姐姐，王小姐姐，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很难过，我花了半个小时诉说了我的难过。姐姐说她很期待要听我讲这一段，但是她好像没有来吧？她有来吗？没有啊。王小姐姐，
哎，什么钱小哥哥，钱是小哥哥。我花了半小时诉说我的套房屋难过故事，原本很开心，原本用餐很愉快。一定会看到。然后我今天也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大家要摸的终于。然后我们今天有电脑课，然后因为电脑课就是大家如果用完进度之后，只要做完老师进度之后，就可以随便看你要干嘛，看影片也可以啊，或者玩什么小游戏啊都可以。陈大哥也可以，陈大哥是谁？谁是陈大哥？然后我就做完老师的进度之后，我就去玩摩尔庄园。我就是，你是陈大哥，陈Ben 你好。然后我就开了摩尔庄园玩。然后他是要开摩尔庄园要做什么？要交朋友啊，各位，交朋友。我这个人，我做人最喜欢交朋友了。我最喜欢交朋友了，我这个人。我而且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摩尔庄园人超少，就是对大家都不玩了，毕竟已经是一个12年的游戏，所以它的全盛期已经过了。现在摩尔庄园几乎处于无人状态，无人状态。铁鼠鼠，所以呢，我就是在摩尔庄园伺服器里面，就是看到有人我就按加入好友。我就是一个那么喜欢交朋友的人啦，我最喜欢跟别人交朋友了，欢迎大家当我的好朋友。黄鼠鼠，对，反正我就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人耶，最喜欢交朋友。然后我今天在电脑课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了，好开心哦。然后而且我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反正我就是看到摩尔就加，看到摩尔就加好友。然后加好友之后，我就跟他说 Hello 你好这样子，跟他打个招呼 Hello 你好 Hello， 最喜欢跟别人打招呼了 Hello 这样子。然后他就回我说 Hello 了，他就回我说 hello，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点会在摩尔庄园啊？然后他就说哦，我电脑课偷玩啦、啊。然后就说哈哈，我也电脑课偷玩呢、欸。没有，我没有偷玩，我光明正大。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几年级啊？我原本要跟他说我小学五年级。我原本想说，没有，是我旁边的同学，就是叫我说，你刚刚说小学五年级，我小学五年级呀，然后还要打那个鸭子的鸭，我小学五年级呀，没有，后来跟他说，我后来打说，哦，我高中这样子，然后他说你好年轻哦，他说哈，然后说你出社会了吗？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我是大学生。这样子，哦，后面有个大学生的部分。我今年三岁，就是背着爸爸偷偷来玩摩尔庄园。这俩三岁，对，没有，我们聊开了好吗？然后，因为我要下课了，就是，对，我要下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下课了耶，下次见，拜拜。然后他跟我说下礼拜一见。他说你要再偷玩咯。你要记得偷玩，我们下礼拜一见。好好笑哦。好累哦，我觉得很好笑耶。我交了一个朋友欸，在摩尔庄园。开心，好开心。下礼拜一见，所以我下礼拜一希望他还记得我。希望他还记得我。
对，只有对，只有电脑课才上电脑。只有电脑就是逃避上课，没有啦，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绝对没有在逃避上课。你知道他叫刘大哥吗？刘大哥？刘大哥？怎么了？他其实在问你要不要唱那个生日快乐的时候，要不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嗯，他那个表情其实不太相信我们在过生日，是吗？真的，他因为我们隔壁桌也在过生日啊。哦，他是觉得我们看隔壁桌也在过生日，我们也要真的，他那个表情就是说，因为可是我们有给他看身份证啊，是那是后来结账的时候，哦，是吗？结账的时候我们给他看那个看姐姐的那个身份证，他那个表情就是说，哦，真的还真的过生日，他就是那种表情啊。刘大哥，为什么不相信我？刘大哥，刘大哥，客人是很诚实的，刘大哥。你要拿笔，他真的爱送笔是吗？刘大哥，但是我还是相信刘大哥人是很好的。什么？我太浮夸，我只说好，要不要算生日快个好，这样子而已啊。我回答他的问题，我回答得很迅速，我只是回答得很快而已。我觉得不管谁跟他要蛋糕，他都会给。哦。但是他问要不要唱生日快乐歌，他是真的有一点，要唱那表情。我要唱。你们要唱生日快乐歌吗？是不是因为别坐在唱里面？我想唱，我喜欢唱生日快乐，没有。我喜欢帮别人唱生日快乐歌，我还好，我喜欢帮别人唱。要撒娇点，好啊。赞助播出半个小时，还有来自大学生莫庄园大学生的赞助播出。那个想好差不多六月多。阿基拉生日快乐！没有，我知道他大概六月好吗？是后来我就一直祝他生日快乐，祝到现在，我从六月开始祝他生日快乐。哎，我也是祝很久哎，我也是祝很久嘞，我从六月祝到现在。我也是住很久欸，好久哦，半年了呢，快一年欸，我已经住人家生日快乐住快要一年欸，好猛哦，我很猛。乌达拉那伊诺那卡尼，对啊，我很有毅力欸。对，阿拉姐姐，阿拉姐姐，同学阿丽台，啊。恒星的恒星的恒星，这是什么歌？很有恒星的恒星，持续生日中没错，阿娜姐持续生日中。
国术，谢谢国术。当然人家变人了，每天做，已经做，哎、欸，天哪，我真的做很久哎，我好厉害哦，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知道安娜推啊？你问很厉害吗？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是？是没有，还有很多，例如国术的生日，例如很多人的生日，我都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今天有去哦，今天有去是吗？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今天有去啦。没有，我不知道今天有谁开。新伟生日快乐！你去看你 IG， 七月是吗？趁机爆料，对，反而爆料啊、哦！我不知道哎，怎么讲？我不知道哎，怎么会这样？阮翔好，生日快乐！西提版的生日快乐歌是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他们说这是西提版的生日快乐，是吗？大家有带西提过生日吗？然后以后我们班就是生日都是这样唱歌的，祝你生日快乐，很急躁哎、欸。很急躁嘞，西提很急躁。祝你生日快乐，快乐，有够急躁。会戴乔巴帽子，我好像戴过乔巴，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在西提过生日。快乐，赶下吧，很急耶，西提怎么那么急啊？不要那么急啦。Coston 吗？Coston 的部分啊，还是 Coston 的部分 ？Coston 不是会唱的歌，就是你要要求他唱歌，他就会唱。唱什么？哎，什么欢迎来？什么忘记了怎么唱了？谢谢 Ben 的枫叶跟黄大败家的就甘心跟阿米的玫瑰。对，他们就会开始自嗨，没有，自娱娱人，非常的快乐。
谢谢黄大败家的双子宝宝。Costco 三六买一送一，加 LINE 好友。哎、欸，给钱撕标。谢谢黄大败家的双子宝宝，我跟 Ben 的荧光棒哦，跟 Ben 的荧光棒。对了，各位，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我们有发讯息的，就是子萱回归啦，耶！子萱已经回归了，也已经开始跟我们练习了。设多少战术？他那个三六好像买一送一啊，这样子，但是还是就是还是不便宜啦，就算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还是不便宜。然后子萱也跟法法换了，法法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法法，法法好久。贾子萱，像不像？像像吗？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像过。怎么样会像啊？哎，这两天像。这样有点像，这个角度有点像，有吧？有没有一点像？有一点哦。这个角度有一点。看一下命的玫瑰，要有一个角度，侧脸，抿嘴笑，侧脸抿嘴笑。不知道，好难哦，好难哦。什么有点欠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像子萱的摩擦，我有像马亮以前朋友，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觉得耶。可能需要看一些对比照片，但是我还没看到过。快让你子萱长这样，你为什么？你是不是没有追子萱 IG 啊？人家子萱 IG 还是有正常更新的。大家还是有到他更新的子萱的 IG， 我们欢迎法法来到我们的 Bill Flower Unit Bill Flower， 虽然他还没回来。哦，他出国你才入坑，那么晚了、哦？哎，那么晚了、哦？对，还有 YouTub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AK48TeamPeople YouTube， 也有子萱的用心，我觉得他剪得好用心哦，他还有片头哎，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是超质感，很专业 YouTuber 的感觉，超级爆专业的子萱爆专业。最近有没有推荐什么剧啊？问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有点太过分。那就是他自己用的吧？应该是自己用的吧？会是公司帮他用吗？应该是自己用的吧？片头厉害，真的片头很厉害。用来骗时间？没有，我的影片不用骗时间好吗？但是片头。不会，我不会做片头，片头好难。请教一下子萱，请教一下如何做片头。片头要做什么？哎、欸，我想要做那个，其实我是想要做那个，我没有很想，我想做大家知道广播电台都会有那个台呼，我想做看，它不是台呼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吗？我想做看台呼，一家电台台呼，来你自己来玩。一家电台，怎么都感觉，我好想做台呼哦，要不要来做台呼啊？来做台呼啦，大家一起来做台呼。喵，喵，生日快乐，喵狗生日快乐。什么？看看卡哇伊。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卡哇伊，呼！一家广播电台，等等感觉，哎、欸，
像不错。一家光不点菜，感觉很好玩哎、欸。要不要来做那个一家广播电台的台播？硬要做。一家广播电台，嗨，欢迎你的来到。差不多这种感觉。硬要来做一家，可是我不会，我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混音乐，那种感觉要找杰森，杰森感觉超级爆专业，杰森感觉是。超多音效的，杰森感觉好专业。你说生日快乐哎，生日快乐，可以试试，我也觉得可以试试哎，好像很好玩。看看看我一个一家广播电台，好酷哦！但是根本没有广播电台，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哎要做一个台舞。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没关系，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做很多没有意义的影片。前几秒 remix， 生日快乐黄大哥，黄大哥生日快乐。鸡汤菜，鸡汤菜，一家的鸡汤菜。然后要播那个电脑，然后开始鸡汤菜就要播那个台呼，哎、欸。好像很好玩哎，一家臭鸡汤菜，怎么有感觉？哎，好像不错哎，感觉很好玩。一家臭鸡汤菜，不错。哎，想几个词？嗯，臭台呼很好玩哎，没有没做过，不知道。感觉很好玩。每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出现频率有点高，但是那个每半个小时，现在时间是8:30这样子。一家广播电台，加上无名叫声，哎、欸，好像不错哎、欸，好像不错哎、欸。炸大哥，炸大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炸大哥。找姐姐一起配配看，像那种 remix。二胡嘛，一家广播电台，我会模仿那个马叫声，赛马。桃园哦，扎卡是桃园人吗？扎卡是桃园人吗？还有唢呐，没有，我们现在家里没有唢呐，唢呐是借的，唢呐是借来的，现在家里没唢呐。随便来，好像不错哎，我觉得很棒哎。随便来，一家火鸡汤台，随便来，这种感觉会好吗？我们刚刚开个台来讨论我们的台呼。另一个生日快乐，万里节就放水。子阳生日快乐，现在是开生日快乐，苹果生日快乐。背唱生日快乐歌，实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时刻。黄大哥，大家都姓黄是吗？怎么大家都姓黄？你们好怪！没有，我们很正常，我很正常。子阳大哥，子阳大哥，我要叫你们大哥，我以后都要叫你们大哥，大哥大姐这样子，大哥大姐。然后粉丝领，我粉丝领从鸡肉饭变大哥大姐的，杨雄大哥，老沙大哥，杜芬舒师伯，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久以前的东西，
很久吗？嗯，蛮久的，好像蛮久的。子阳大哥，子阳大哥怎么这样说台主呢？子阳大哥，黄大哥，大家都姓黄是不是？好多人姓黄哦。太客气了，不要这样，阿正大哥，阿正大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头大哥，钱大哥，钱大哥，还是钱子比较叫小哥哥，还是你比较想被叫大哥还是小哥？我觉得是大哥啦，钱子，我觉得是大哥啦。二开头都是大哥，二开只有那个十几岁不是大哥这样。都不要说，不要是吗？茄子小哥，谢谢辣里的挥手的甘心汤奶心，茄子小哥哥，茄子比较想被叫小哥哥吗？但是小哥哥。Hello， 陈小哥哥，谁是？就是你啊，黄宇，就是你。对 ，Miso 又网络不稳了 ，Miso 一直网络不稳。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说的就是你，不客气。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林哥，大家都生日快乐，很棒哎，很棒哎，生日快乐！和吉他，还有琵琶，吉他跟琵琶们。睡着然后划开是吗？太很棒吗？很棒吗？这样会迅速变老哎，很棒吗？哎，你说说，继续嘟嘟。我们下次直播是礼拜三耶，其实很快，因为礼拜四有事情。我好像就是只有上次是二四而已。我下次直播是礼拜三，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下台台。要怎么做啊？是不是要先载那种音乐软体啊？是吗？一家火七张台台，是不是要载那种？要付钱的软体。各位大哥们，天天大哥，天天大哥，大家有看那个吗？创造营2020。大家有看我们的 SH， 看我们的 SH 的啾啾啾，我只想等你。没有，他们不是这样唱，他们怎么唱？忘记了，啾啾啾，只会啾啾啾。大家去看 SH 的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然后被问啾啾啾到底是什么意思？啾啾啾。啾啾啾到底什么意思？就的意思、啊，就是就的意思，对吧？啾啾啾 ，SH 很棒，去看 SH。谢谢擦马叔叔的 kiss 啾啾，我只想跟你啾啾啾啾啾噔噔噔。这首是我，哎 ，Only Today 不算的话 ，Only Today 算 Unit 曲吗？这首是我第一个表演的 unit， 啾啾啾，撇除 only today 的话，谢谢灰原的康乃馨跟阿基拉的 kiss 啾啾，跟米叔说的 love， 要背的 kiss 啾啾，一家跳过，一家跳过，一家是啾啾啾第一次发表的时候跳，哈哈哈，一家跟上啾啾啾的时代。人家是那个第一个跳啾啾啾的人呢、啊，因为我们第一次跳 Only Today 是八个人跳，就是第一次的 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的那次的 only today 是八个人跳而已。现在变了 kiss 啾啾跟扎卡的心心相印。对，我是啾啾啾元老，好吉祥的你，啾啾啾。千卡怎么拿？怎么拉？怎么拉？而且大家乌梅剧场的隔音很不好，所以开播前、开演前大家都知道有这首歌了耶！哇哦！而且这首歌还彩排两次，哇哦！大家都听到了耶！真的是很棒，大家都听到了呢，真是太棒了！谢米收收的辣夫。但是瘦得非常的好，谢谢英国的掌声鼓励。怎么拿五千呢、啊？五千是怎么拿？谢谢明说说的爱你哦。前十就可以拿五千了、啊，是这样哦。等一下，我的手机有点烫，我要去拿冰块，它有点太烫了。It's very cute, Ija.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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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Bobo, 可爱的Ija。哎，这张很好看哎，这张好清秀哦，就是那种走在路上随风摇摆的那种感觉，自信美，大家有吗？这种自信美。自信的感觉，不错，很青涩，可惜黑了点。OK OK， 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无法反驳，无法反驳的事实。这是与老榕树，这是榕树吗？不知道，与老树的合照，这种姿势。请问这是什么姿势？这是一家和断掉的树的合照，一家与断树的合照。为什么跟断掉树合照？一家跟坐在石头上的合照，很可爱，我很喜欢这张哎。这张就很可爱啊，很可爱。这张也很可爱，这张有啾啾啾感觉，啾啾啾。我只想对你，啾啾啾。你要开始开，什么意思？就是不让扎卡拿不见。这帽子很眼熟，对啊，这个就是。什么时候的帽子？就是二单握手会那个文青帽，文青帽，二单握手会的文青帽。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真的是蛮可爱的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啦！谢谢老沙的拉夫。
阿正的心心相印。陕西一，我们很多建制服都可以叫，然后变成陕西一。有什么啊 ？Only 哎，不是 Only Today，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有一套有一个款式的制服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变陕西。我们有一些衣服都可以变陕西，还有啊，我之前拍深写，好久以前的深写，有一套植树节。植树姐的那套神鞋有一套洋装是，然后就变三 C 这样，三 C 还蛮可爱的，很可爱吧？是妈妈很可爱吧？这样子，对，就是这样，蛮可爱的。所以到底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台湖啊？我要来查。是不是就是要载那种混音软体啊？可是混音软体不是都要钱？要怎么查如何制作台呼？会有人有这种疑问吗？是不是只有我这种疑问？如何制作台呼？会只有我这种疑问吗？台呼制作。应该没有人在教怎么做台呼，好像没有人在教怎么做台呼的啦。那怎么做台呼？手机先录音，然后呢就录很多不同音，那就噼噼咚哒哒哒，然后就混起来什么。的爱你哟，打欧拉马桶啊！哦，我觉得欧拉马桶真的是一个好难的乐器哦，就是它的音准真的是超级爆难抓的。我们要录，或谁要迷手手都没有准时来看我的台，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哦。吼、哦，丢威力导演，哦，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そう、あ、そう。そうですね。すごい。ウェイダーの部分。我把丢 premiere， 丢 premiere 可以。我要 premiere， 但是 premiere 档。晨晨是不是那个贝儿啊？晨晨是贝儿吗？对，问杰西，杰西，我们的音乐大神，杰西是我们的神。谢谢米秋秋的拉夫。要做什么？做什么？大家觉得要做那种？等一下，青叶原先不要唱歌。大家觉得要做这种？大家觉得要做就是抒情，还是那种激昂又的那种感觉？抒情是飞碟，大家听一下飞碟的台呼，飞碟很抒情。就这么的。
家听一下飞碟。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H。那座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这种抒情。抒情，然后我们来听个，听个，嗨的嗨的台呼，嗯，我看一下，我觉得飞碟台呼超酷的是他的台呼，就是他会找那种超多歌手，我也有听过他们找哦，他反正他们就会找超多歌手的，突然断片，对，他们就会找超多歌手，就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歌曲，然后融入飞碟的台呼，真的超酷的，真的超酷的，最后一小段曲，给你们听新演员和西诺健赏的。台呼，他是嗨的，他是 All Night Nippon。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这是嗨的台呼。这是新演员的台呼，那就是飞碟。飞碟那座空中梦想家，就爱给你大风。景广，我们来听景广。台呼一，经常掌握方向。炸光火焰台，警察光。我小时候也是爱听警广哎，在车上的部分，在车上都爱听警广。警察光火焰台。怀念怀念啊，大家听啊，听一下啊！我前阵子都在听广播电台，新演员可以唱歌了，交给你了。爱乐，我没有听过爱乐，其实，但有听过，但有听过苹果吗？爱乐。等一下，新演员，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 Pop Radio 的。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音乐电台。Pop Radio， Pop Radio， 2009年版的，天哪，好久哦，2009年，11年。SH 是不是帮一堆人唱？
唱台语啊，怎么感觉大叔都可以听到 SHE， 好厉害哦！他们感觉帮好多电台唱了台语。苹果广播，哎 ，Apple Live 苹果电台 FM 98.9，您最舒服的电台 ，Apple Live。苹果听一下 Apple Line 啊 ，Pop Radio， 我们要寻找灵感，寻找台语灵感。差不多。FM 91.7。大家是不是很久没听广播了、啊？没有，我很常，尤其是最近。哇哦！2001年出道，好厉害，我真的很厉害。2001年真的很厉害，而且到现在还是很红，真的很厉害，就是红超久，到现在还很红。但是真的很，他们真的很厉害。念人未满，天哪，怀念。随便啦，小时候老师教我数鱼，小时候老师教我数鱼，唱跳跳都自然，只随便啦。我出生了耶，我刚好出生耶，我2001年的11月18号出生，刚好同一年。今天每天每天都想你。Pop Radio， 好，我们新演员可以继续了。一家刚出生的是呢。今天每天都想你。一家老了，嗯，是哦，真的吗？哇，那你很说的很有道理耶，你说的很有道理耶，很厉害耶。嗯，算了，那我们下次直播就来制作台呼。你再来制作台呼吧。哇哦，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提议。一家火鸡汤，然后下次就可以用。没有，我们会做那么快吗？感觉不会啊，一定不可能做完的啦。一家还有两个月，一家还在妈妈的肚子里，一家那个时候还在残害妈妈，残害妈妈的肚子。扎卡拿到那个了吗？补签是不是还没？跟扎卡没勾，扎卡没勾勾。要等今天播完哦，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还有道理哦。说吧说吧，原来是明天才会发。说的是哪？说的是，好有道理哦。大家看这个冰块，还是要把扎卡挤下来的部分。哦，原来是这样，好酷哦，还蛮酷的，还蛮酷的耶。扎卡的野王，啊，就只是个补签而已。扎卡说：“我也不差补签，不差，大概不差。”
望的聚光灯下打 call 个来生愿望。扎卡不会丢火箭的好吗？扎卡把火箭留给莉莉，莉莉皆辛苦。Kino free for a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田中弟，田中弟弟王，好久不见。邦吉，邦吉，谢谢扎卡接我们的火箭。要在这里哦？真的吗？就是在生日的时候吧，但是也很久啊，十一月。大家就 all in， 大家就 all in。你要去抢红包了。哎呀，46分嘞，好像也蛮快的。我们今天聊了什么？我们今天到底聊什么？我们今天聊刘大哥，刘大哥，我们今天聊刘大哥、摩尔庄园跟台湖，然后就没嘞，真是空虚，没有，没有很空虚，我很伤心，为刘大哥，为刘大哥很伤心。生日都要告白，生日都要告11月，还很久哎、欸，好久。刘大哥是什么？米手都去补档。搜搜去补打，还敢睡啊？你搜搜还敢睡啊？你错过最精彩的刘大哥。鱼奇生日快乐！啦啦，刘大哥是鱼奇，都不是，小鱼是野，小鱼是野野。上次。就是，哎，雨晴好像买了奶冻，是雨晴买的吧？不知道，好像是雨晴买的，她买了奶冻卷，芋头的，美味しいですね。在半夜的时候，奶冻卷没关系，有奶冻卷就是赞。在半夜的时候，然后我就把那个奶冻卷给吃了，我就把奶冻卷吃了。但是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空白是谁？空白是谁？空白是之前的那个空白。为什么空白要生气？发现，幸福，幸福。然后反正。我在吃奶冻卷，然后刘晓晴跟高圆姐在旁边，然后我就在吃，我又吃奶冻卷，然后刘晓晴就看到旁边高圆姐说：“我在吃东西，好可爱哦！”就是那种爷爷的表情，就看孙女的那种感觉。他在吃东西耶，好可爱哦！嗯，然后高圆姐也好。高圆姐的口上，好，好，他在吃东西啊，可爱哦，好，对，爷爷表情就是，这样，慈，仁慈，什么仁慈？慈祥的表情。大家懂吧？大家把我的脸想象成是小晴的，就是因为我化妆品也都是跟小晴，就是放在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小晴可能不小心，就是她化完，可能不小心把她的东西放到化妆包里面，然后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发现我的就是化妆包里面有一个小晴的化妆品。很好，很好吃的感觉是好的、啊，就是真的感觉。我要再过一个礼拜才能把东西还给刘小姐，但是他没开过哎。宿舍跟雨晴，不是雨，诗雨睡，这个雨，我现在跟诗雨睡。
小型存放，他应该没有在用那个啦，但就是很像试用品的那种，很小，然后没有被开封过的。我好像要来，现在第一名是谁啊？我看不到钻石榜，看不到钻石榜，我要给奖励，不是作业是奖励，我们要来给奖励的是呢。请问现在的第一名是谁啊？在线级。100点在线等，100点。黄大败家，黄大败家还在吗？黄大败家他还在吗？他是不是他喊你走了吗？黄大败家，你还在吗？有，你还在吗？在线等，黄大败家在线等。霸道总裁，这是霸道总裁的眼睛。要买 iPhone 了吗？要买，走了。那第二名是谁？在线等。第二名在线等。走了，太伤心了，丢完礼物就走了，令人难过。谢谢花园的荧光棒。都走了哈，是永格是吗？玩特效，嘿嘿嘿，算了。永格加油！哇哦，哇哦，加油呀！永格走了，那永格了，那永格，交作业啦，永格交作业啦。送给扎卡，好，永哥，你要活得好好的，你要活活的。大家有看过昨夜的咖喱，明日的面包吗？最近在看这部剧，第一集，才看了第一集。扎卡还敢拿补签考啊？你会考？考虑什么？考虑交作业吗？你要活下去，你要健康。交作业，勇哥。勇哥，交作业。勇哥快交作业，勇哥。扎卡也走了，真的假的？他也是丢完礼物就走的人。交作业，但是我相信永格是不会跑走的，他只是会就是都不讲话而已。永格是逃不了的。二阶框框，啊，这个二阶框框看久也习惯了，还好啦，没有很二阶。这礼拜就没了，哎，那很快，不知不觉的，很爱一个月了，好快哦，那很快耶，一个月就这样过了，大家，我们有什么长进吗？请问我们在这个月中有了什么长进呢？没有，所以我们的勇哥什么时候要交作业呀？怎么办？好怕长，指甲也长了，很棒，非常好的长进。我上大学，对耶，我上大学了耶，对，很棒，恭喜上，突然的恭喜。长得很好哎，恭喜你，勇哥，
勇哥，勇哥，哒哒哒哒哒。乌咪镜头少了，乌咪不见了、欸，乌咪去哪了？麦克，那要干嘛？麦克要干嘛？可以 pose 或一句话，或者一首歌，或者一支舞，或者。对，就这样，或者一张画，找一集乌咪特辑吗？他会那么乖给我用乌咪特辑吗？他不会那么乖吧？他喜欢被骂，看得出来，他还喜欢吃柴鱼呢。但是如果以后就是勇哥，虽然还很久，大概还要快一年，如果以后勇哥生日的话，大家不知道送他什么，大家可以。就是送他吃柴鱼，大家可以送他吃柴鱼。对啊，大家以后就看不太到乌米了。何恩贼才刚进来，何恩大贼 ，Great， 蓝平君大姐，大姐长大姐都好奇怪，为什么长大哥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长大姐很奇怪？像他这种吃柴鱼，何恩姐要考会考，何恩姐这个礼拜耶，何恩姐，什么何恩姐要考会考吗？吃柴鱼，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所以我们的勇哥什么时候要交作业？晚上好，人品君。这次会考没有要考音听，音听是我的教门。我不喜欢考音听，我英文的阅读比较好，我音听真的超爆烂的。谢谢人品君的双子宝宝。勇哥，交作业啦！交作业啦 ！Crazy， 很贼，加油！我们 Unis Bill 擅自代替其他人发言。大家好，我在这里代替 Unis Bill Flower 祝福我们的何恩姐会考加油。被洗掉了吗？真的假的？啊，且何恩贼会考加油。何恩贼会考加油。拿纸。爸爸。啊！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搜寻奇异笔，看到了。谢谢阿贵的 love， 要加鸡肉饭。何恩姐鸡肉饭，会考加油。何恩贼吗？何恩贼鸡肉？何恩贼鸡肉饭吗？会痛吗？何恩姐这礼拜会考，为什么要小声？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贼吗？何恩贼？
仔怎么写啊？会考仔，学测仔，学测仔不知道贼怎么写。贼，很贼，好，写好了。哦，对，这个不能配好，这个不能配好，好像是哦。可恩贼。去特定才会被成感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想念的时候，就是念了也没用。一家自然法则，一家念书自然法则。会考加油！祝你考五 A 加加六级分。帮你写五 A 加加六几分，还是台北的台北是不是都算什么三十几分？但是嘉义没有这种算法哎、欸。不管就写五 A 加加六几分。就听到一些外地的朋友说啊，我这次会考考三十几分，什么二十几分，然后说啊什么啊什么五 A 加加六几分，应该是吧。帮你加几颗爱心，很贼爱心。他把我的正取第一支利切给你，易如反掌，很贼鸡肉饭。加油一波，现在正的吗？反的，太好了。太好了！可爱吧？蛮可爱的。和恩贼，跟我一样可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鞭策一下不行？哇哦！谢谢比叔叔吃的瓜。谢谢勇哥的勇哥新之冠。鸭子变可爱，因为我为了配合很贼，配合很贼，很贼感觉比较可爱。他不是要送 C 之冠，他不是要送 C 之冠。谢谢两冠的 C 之冠，谢谢会员的掌声鼓励，跟浪客 C1942的 C 之冠，跟蜜丑的 C 之冠，噔噔，看谁会搞笑。但是Yonko大大的。勇哥大哥给何恩姐的礼物。勇哥，谢谢勇哥大哥，勇哥大哥给我给何恩姐的礼物，什么复杂的关系？谢谢米说新之冠。勇哥大哥。谢谢老沙的 kiss 猪猪，不用给礼物，嗯，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现在来念本场浪花排行，暖大哥，我现在是要念本场浪花排行，下周对啊，下周还没考完会考呢，下周还没考完会考，哎，下周吗？下周，哦，下周考完了，这周三还没考完会考。
我们来看我们的板场浪花哟。第一名是黄大败家 Kokita Drizzle， 谢谢黄大败家 Kokita Drizzle。第二名是 Ben 乌咪神团 Kokita S 吗？到底是谁啊？不知道，我念本场浪花。第二名是 Ben 乌咪神团 Kokita Drizzle， 谢谢 Ben 乌咪神团 Kokita Drizzle。第三名是米收收 Kokita Drizzle， 谢谢米收收 Kokita Drizzle。第四名是头贴很可爱的 Yonga Kokita Drizzle， 谢谢 Yonga Kokita Drizzle。第五名是两光 Kokita Drizzle， 谢谢两光 Kokita Drizzle。第六名是浪客 C9C92 Kokita Drizzle， 谢谢浪客 C9C92 Kokita Drizzle。第七名是熊猫阿正 Kokita Drizzle， 谢谢熊猫阿正 Kokita Drizzle。第八名是扎卡 Kokita Drizzle， 扎卡是见前十的的意思，谢谢扎卡 Kokita Drizzle。第九名是浪里的挥手 Kokita Drizzle， 谢谢浪里的挥手 Kokita Drizzle。第十名是低调的花园 Kokita Drizzle， 谢谢低调的花园 Kokita Drizzle。第十一名是许阿贵 Kokita Drizzle， 谢谢阿贵 Kokita Drizzle。第十二名是人品君 Kokita Drizzle， 谢谢人品君 Kokita Drizzle。第十三名是 Akira Kokita Drizzle， 谢谢 Akira Kokita Drizzle。第十四名是紫阳 Kokita Drizzle， 谢谢紫阳 Kokita Drizzle。第十五名是夜雨苍神 Kokita Drizzle， 谢谢夜雨苍神 Kokita Drizzle， 谢谢。会考是我姐的下一届开始变会考，好像是我姐还是考机测的，会考加油。How are you today? Oh well, very good. Very, very well, very good. Yes, you. Yes. You can follow my Instagram, CYWANG_AKP48TV. Thank you. Thank you. 你跟杰多云哦，是哦，哦，是哦。这样不错，这样不错。好的，我们差不多要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YouTube， 大家会讲 YouTube 吗 ？YouTube。YouTube， 我不知道耶，我不在姐姐旁边，我不在姐姐旁边啦。水果冰淇淋，大家晚安。你扫鸡肉饭晚安，被鸡肉饭晚安，扎卡鸡肉饭晚安，被无名传出来鸡肉饭晚安。低调农花有啊，鸡肉饭晚安。会考试代，会考试代。当天，扎卡鸡肉饭晚安。米手手考会考吗？米手手考会考。Kinu， 哎 ，Kinu 还在。Kinu 348 Good night。Good night， 和恩贼晚安，徐阿贵就饭晚安。他有摆动作，这样吗？用了就要饭晚安，扎卡就要饭晚安。See you soon， see you soon， see you soon。你说不是对，不知道。九一就要饭晚安，子宁就要饭晚安。挂号四十，挂号四十也太厉害了。晚安，礼拜三见。礼拜三一起来制作一家的火鸡汤台。
台风。对，大家留言越来越长了，开心哦。那我要去发文了，大家拜拜。晚安，无事三二一，拜拜。